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玩手游 Free Fire， 我要活下去。我来抓他，我来抓他。偷打！哇，我来了！因为现在这我、哦、看到他了，他好像在楼下，他跑到楼下来。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试试看可不可以偷狙他。他发现我了，好，一样一发带走。这边前面都是一发。榴弹，榴弹啊！可恶，又是只有一发。哇塞，是怎样？那先拿这个一发的好了，我死之前要送一个走啊。现在是个人挑战赛了，先走。哎、欸，没什么东西。牛仔车在这里，哇，我终于打起来了。是牛仔车啊？这种人是不是？哎、欸，有人！哇塞，我在这边怎样？超级赛人头哎、欸！哦，三级防装。哦、还有凝胶哎，这不知道这边归多久哎。骨肉炸，护盾枪吗？然后其他枪差不多，然后给大家看护盾枪吧。护盾枪现在还没有时装，在经典模式这些没有，包括其他模式也没有护盾枪，只有训练岛可以玩得到。结果吧，我记得它是弹弹药要有提升样子。OK， 只是说它的这个训练岛没有办法放太多枚。可是这个真的是太强了啦，一发就死哎。不要不要，可是还是很好收掉榴弹枪的。你只要拉远距离啊，拿狙击枪，拿 X8 拿四倍镜的武器啊，照样可以收掉拿榴弹枪的。只是近距离的话，基本上一定是因为你散弹枪开出来不一定可以直接挡过这一些比较熟的观众，然后开房，然后他想要练习是单打多啊。然后亚太下现在打的习惯这种节奏，好，这边收到一个，好哈一个，遇到有打到他止血那一个。这边来一个跳台，这丢的，上帝丢的、哦，没看到飞机就有空投下来了。OK OK， 确认一下，不要不要压死，这是会压死的。来吧，看见手气如何？哎 ，three A W A， 比较可以。可恶，挡住了，走开啊，飞艇。有一个人，直接烧掉。男女呢？今天玩的时候，没法让我活下去。剪刀哥，给你看一下科技的力量。哎，四千哎，身子直接爆，伤害很高，因为他血量原来是可能大概八千、九千，不确定。哦，可以哦。那如果说今天你是玩双人以上，今天要来挑战呢？我在2018年，也就是六年前呢，拍的这支影片《跆拳道空拳吃鸡》，87万观看了。我相信很多玩家有看过这支影片啊。今天就来挑战一下，六年后呢，能不能再挑战一次空拳吃鸡？为什么会想拍这个主题？也是因为有玩家陆续会留言给我啊，像四周前就有人说，现在用拳头吃鸡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我们就来挑战一下吧。哎，有人，有人，哇！收掉一个，收掉一个，又回来电脑，都不出来。我把枪丢了，不捡枪，我就不捡枪了，先补一下。这补血动作超帅，空拳流。哎，用这表情动作，帅哦。蓝宝接你啊，都忘记我台服有抽这个蓝宝接你了。他这个可以移动哎，以前移动的话，刚出来这个表情动作是移动会不见啊。先补下，先补下。我看到一个白猫跑过来了。哎、欸，这电脑还活人啊，还捡东西哎、欸，捡得很开心哎、欸，冲过去，进化的查拉，来 ，Quadra Kill， 四杀，喂、欸，没看到，没看到，他开得很慢哎、欸，我直接打他啦，麦照，哎、欸、哥，我不小心坐上车，差点非法组队。下来，小弟！Rampage， 笑死！哇哦，不小心中一枪！啊，听不到 ，K 死你！他拿手枪枪，吃鸡啦！哇，成功了！相信拿铁就是吃，你有那个
玩家看到最后啊，看直播看到最后了，不知道有没有认出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男人回来了。好，今天挑战成功了，而且是空拳。欢迎各位老玩家或新玩家看到这影片挑战一下，看要不要跟我装一样的技能啊。最后的话呢，就是查空拳。好的，也感谢大家有观赏六年前影片啊，让他的那个观看次数呢有到87万，希望可以超过87万这个数字啊，好不好？有空的话呢，可以回味一下拿铁以前的影片啊。也感谢大家这些年来的支持啊，拿铁呢还是很努力的在经营这个频道，然后拍很多好玩的游戏，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观赏拿铁现在拍的游戏。也谢谢你们收看，我们下个游戏见喽，拜拜。